这次有经过场主的同意，对，他说可以，我们才爬的。啊，你千万不要自己乱爬，好吗？我人是真第一次，要钻进去娃娃机里面，你的头小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Hello， 我是妈妈。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，我们又来到安平。没错。其实啊，我们会来到这边呢、啊，主要是因为啊，很多观众希望我们可以来这一场拍，全部都是巨人吧。没有一般的标准台，然后其实我们看到蛮多适合加给手摇把的滤网。之前我有看过迅迅，他有拍过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拍是说这一场很多都是会延迟下抓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。我们等一下就挑战看看，看看我们究竟呢可以获得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夹吧。那我们一进来呢，我发现呢，它只要靠外面的全部都是大娃娃。对，就是大，就是这两边都是大娃娃。然后里面一进来啊，就是会有一些电器用品，这里的话就是玩具。好，那你要加哪一个？加这个看看。好，它是要全包到它才会浮吧。扣那个透明那个起来那个地方，这个哎，这个刚好被挡好。有吗？哦，如果是要扣的那一种的话，就不太好。哦，转力算蛮够的。捏前面，前面吗？对，常常都是捏前面。我这个你来。哦呦，它是富士通的。我现在都夹不起来，怎么办？可是不行，这台就算了，不要坚持。换台。好。我们看到一台飞机，是直升机。下去的时候，它有停了一下，哎，哦，还是有一点延迟。现在又好了，好奇怪哦。20块。它自己弹出来，哎，它自己弹出来。老婆好厉害哦，直升机积木。回去可以给小爱宝玩哎。嗯。加这个射飞机。又是飞机哦。哦，它射飞机。快一点嘞！快外网外。我很有爪力耶，一捏就捏得起来。对啊，虽然说它不太有甩。你看爪力很够。哎，真的哎。哇，要出了。有爪力。Yeah。好。太棒了。玩具类是还蛮简单的啦。对。那我们来夹它的娃娃类看看要不要。好可爱哦、喔！我们加天乐看看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有甩幅哎，是不是太重？加他的头看看要不要？这是鸭子，这是鸭子吗？这是天乐吧？屁股出货这就出了，试试看哦。哦，他突然卡了一下，哇，好重啊！Yeah！ 屁股起不来，没办法，屁股太重。第二好了，我们加这个，加这一只哥吉拉。哦，感觉哥吉拉会出哦。可是它有天地差。哎呦，你看它又突然延迟了。哦，时好时坏的延迟。对对对对，它有时候会延迟，有时候不会延迟。起来就有了哦，好像可以。起来，哎，还可以耶，我觉得可以哦。甩幅大一点，打斜甩好。哇，打斜甩喘掉了。第四档啊，我们再给哥吉拉30块，30块，夹不出来就算了。它设定的很好，就是比如说要靠近挡板，对不对？两种的话很难出货，一定要三种，对，除非你两种捏得很刚好。哎，有机会，
它过得过来。哎呦，怎么又突然那个了？30块耶。其实它要上挡板有没有？要翻的，才有机会。换另外一个娃娃，这个天地就不会那个吧？对，飞起来特别快。哦，哎，还可以耶，好像可以，对，还行。哇，哇，哇，我感觉很圆，会在那边翻来翻去。来，要出货喽。好大。哇，哎，真的很圆哎。对啊，太圆了。歪。跑出。它是正版的耶，我看到贴纸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乖、啊、哦，太可惜了。对，好，谢谢。远远的很难夹哎，可是我第一次看到那种金鱼，它有延迟哎。对啊，时延迟，时不延迟，让你抓着甩捕呢，一直抓不太到。对、啊。捏头。哦。哎呦，我、哦、这个有。老婆，你要挑战这一台吗？不要了，太难了吗？对，娃娃都夹不出来，可恶啊！娃娃比较难，夹到快八道会，好吧？要夹个电风扇。它的速度哦，速度会睡着哎。对，有了，卡。哎，真的，我靠，好扯哦！我们要来夹捕蚊灯。好。前面还蛮顺利，怎么后面都不顺利了呢？前面的好运用完了，都有转力的、啊，只是财性不太一样，要试一下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，我们已经花了1000块，两个玩具。一开始觉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还这边20块，就后面一直在浪费。好，我们再换个钱哈，一样2000块啊。我们看我们究竟可以得到什么东西。哎，我们看到我们想买的东西，这个。我们之后会拍一个企划啊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它还是有点延迟。下面这台车车可以坐的哎。对啊。哎。它的那个高度是过不去。试试看啊，顿甩。哦，他刚在上面，然后就停住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感觉可以控制的。老板，你 是偷看电视机？哎，他可以超大甩。可是他打到他就合了。对啊。哈哈，过来，要不要挡？挡一下吧。挡住了，倒爪出货，挡得这么简单，希望可以。啊，起来就有了。哎呀。因为它快保夹，所以我们才继续讲。这个拍数啊，这个拍数就可以了。然后又给你随机延迟。啊！出货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再投个10块，然后呢，我只要这样。小心哦！呼呼！打洞全支呢，可以耶，刚好保夹。看这个样子，觉得有点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斜坡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应该是 OK 了。它前面哦，1840保夹1880，这么高哦。那我们就挑那个车车哦，保夹。可以，左边。哎，可以哦。来来来。来来来。哎，看好，它会把它撞下去，怎么办？哎，可以哦。哎呦！好危险哦！对啊，我很怕他把他撞下去。对啊。
有了有了，慢慢移过来，慢慢移过来。怎么移过来？对对对对，这边的，这样。啊！夹那个黑色，夹那个黑色的。黑色哦。那要上面那个。好，倒了，倒了就有机会了。我想要把它用倒。这样会很危险。不是，我想要让它变横的。哦。不是，因为它那个位置很容易掉下来。这样，起来，这样很危险。可以的。好了。这个小看也知道它上不来啊。我们改变策略了，我怕我挖下来的时候这个会倒回去，所以我们用黑色的箱子去挡它，然后我们夹这个橘色的就好了。这样也会滑，你一凸起来就滑掉了，好好笑哦。我已经夹了十五分钟了。对啊，好累哦。换你，换你，换你们来看一下美女啊！我知道你们只是想看包包而已，重点是我们现在叠上去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耶，我们要怎么把它挖出来？哎，他真的有给我们要别样哎，所以代表这种区域挖很强大。对，不要再掉了。哎，好，这样好，就这样。我来挖，我来挖。你看，他准备了要别样跟衣架，好贴心哦，专业耶。对啊，我要推哪一边？这边吗？这边，小心哦。哦，他棍子有点短。因为它整个是卡在这个缝隙。各位，我们刚呢尝试挖了一下，我发现了不能这样挖，我们这个不专业。我刚刚打电话问一下那个孩子，他说你人哦要这样进去，然后这样用手这样慢慢搬起来。他说如果你没有自己挖，他给我们就是这样的。这部影片就是教大家怎么卡洞挖东西。OK OK， 那我试试看，怎么进去啊？帮我密闭恐惧症哎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要钻进去娃娃机里面，你的头小心。哎，真的有用哎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他就是专门设计给人爬进去的。那你出得来吗？可能会先被东西压住。爬出来。哎，你这样可以先出来了，哇，太酷了，神奇。你要不要人先出来呀？太好笑了！嘿，哇，太好笑了！太专业了，原来可以这样用。可是我要先说，就是他们有同意你这样子做才可以。耶！元宝车车有了！哇塞！你最好不要给我玩三分钟热度啊！这个是你老爸，辛辛苦苦。被给你期待来的被人改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。我们卡洞卡了三个。对，其实我们花不到2000块，因为光卡这一台哦就超累的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观众希望我们来 G58这边玩的机台了。其实 G58的机台就是这样，如果东西够大的话就会卡洞。但是呢，我们再三强调，一定要经过厂主跟台主的同意，对，你才可以进去挖。没错，真的很棒啊，第一次这个体验。他也顺便分享给大家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忙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要用直的，对对对，天哪、啊！